省亲啊，回到家乡、几乎就没怎么睡。回家演出谁都高兴。嗯，你像今儿几点？三点多我才起。哦，您这是睡不着吗？这个，您差点都睡过了。您差点说四点半可就集合了，咱们可叫我五点集合吗？哦，我记错了。啊，你记错了，你记错了啊！记错了。其实各位啊，啊，嗯，听见了吗？就搭茬啊，叫我。用意念，哦哦，我们心有灵犀啊，意会意会啊，意会啊，嗯，确实各位啊，啊，您看我们这个相声啊，啊，我这么说，这真是多种多样，相声啊，有群口，有对口，还有单口，哎，嗯，一个人能说啊，对，俩人能说，这对儿的吗？三个人也能说，那就群口相声了。其实我觉得相声啊是最简单。嗯，但是也是最难，哦，啊！它形式简单，对，嗯，你像这个京剧吧，嗯，它有很多的服装和道具，对，行话叫行头，哎，得捯饬，你不能损坏了，嗯，损坏了影响演出，那可就演不了了。你看我们说相声什么都不用，嗯，只要嘴不受影响就行。哎，有没有大褂都一样说，哎，对不对啊？嗯，不穿都行，是，别。我说的是便装啊，穿个什么中式啊都能演，嗯，都给我带坏了，你们真是真讨厌。哎，穿衬衫穿西服都能说，哎，都可以。哎，你看我们，哎，你看我们今天啊，我们哥俩这一场，嗯，叫做对口相声。哎，上来就是俩人，哎，两个人表演，是，对不对啊？嗯，我们呢叫逗哏演员啊，哎，这个位置叫逗哏，他们叫捧哏演员，哎，就是站桌子里头，嗯嗯。写到字面上，各位啊，我们逗哏演员，嗯，叫甲，哎，他们简称是甲，特别的大气。对，这一甲字有那么大气吗？这个真的特别好。怎么好啊？您看啊，啊，各位，想想我都开心。你先想这甲字怎么写吧，你先想想啊。甲，我会写，会写啊。甲，嗯，桂林山水，嗯。甲天下，难得还真认识。嗯嗯，第一的意思。哎，头一名。干嘛就跟我确认眼神啊？搁那儿，我啊。不是，干嘛看我一眼啊？这块儿。这个呢？啊，我们捧哏的。乙。哎，对，我们简称是乙。乙怎么写？怎么写呀？对，我把你扎耳朵眼儿呢，怎么跟这儿？我完了，嗯，哪儿完了？哪儿就这样，还就完了就，就完了。乙字儿，各位，乙就一笔啊，是各位，您哎，您琢磨去，乙，啊，走，就一笔，你看是不是一笔？是乙，去了勾就是二。对，不是您这别跟他比行不行啊？我们就是二，我们就是乙，我们就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啊，都顺序，你不去勾它也是二。谁说的呀？我们就是乙，但不能说二，啊，没什么学问。谁呀？没什么文化。谁没文化呀？咱俩还有挺次的这么一个人。我怎么这不是您这哈，不爱洗澡。谁说我上礼拜我洗没洗？上礼拜我牙结石。你说这干什么呀？你脚还臭，不我多真的，不怎么样，挺次的。你要是嫌我脚上，你以后少给我刷鞋，好不好？你啊啊啊！你看，等会儿，不是您怎么没什么劲？真的，不是等会儿这谁没什么？哎哎，同志，哎哎哎，哎哎，同志，哎，嗯，不是，哎，我问问你，谁次啊？不是我怎么一上来？好好的一场咱们省亲演出，我跟您这回娘家，我跟您我演个出，不是我这跟您演个出，怎么我上来我刺了我？你什么时候上来的？哎，我在人家咯，我在那后头上来的呀，我在那上我在您头了上来的呀，是吗？你看那都肯定我了，跟那儿看到没有？不是你，行了，你可以下去了。什么都下去，不是你的任务完成了，不是不是，谁跟你拜拜？谁跟你拜拜？拜拜，谁拜拜？别不拜拜，不拜拜。你的任务完成了，不就不，啊，不等会儿没完成，
咱俩这你跟你说了对口相声 啊对啊，咱俩人演出、啊、我不需要，我一个人也可以把大家说乐了，就这个相片就多余，把那个划去，你先你扔到大门口，谁想踩谁就踩，我招你了，我粉丝都没过132万，哎，你还有脸变成金威，呸，不要脸，不是您咱这说话咱这别影射阎鹤祥好不好，这块啊你先等你先等、啊、不是咱别这么说话行不行啊，不是我这上来我跟你一块演出，我是捧哏演员，你的任你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没礼物收了吗，我没下班，你可以走了，我没下班呢，你今天的任务是安保，你该站那儿，我站那儿，你该站那儿，我不是你制服呢，你制服呢，我就这身儿，我就你通知我带这身儿的，我告诉你啊，不是你看你跟人穿的都不一样啊，废话，我跟他们不是一工种，我跟他们我就你的任务完成了没完成，等会儿你别闹，我这是我没闹，大回天津，我家乡，我什么叫大回天津的呀，我这不是，你看等会儿，你看等会儿，大回家的干嘛呢，什么叫你要大回家的呀，什么措辞啊，这是你不懂，我有点观点，我阐述一下，我这一上来我有我的工作，我得辅助你演出啊，我不需要，不是这一场这个节目质量好坏我得对您负责呀，什么叫右啊，不是左边我站着，左边得负责，右你对我负什么责，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不是你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对我负责干嘛，我让你怀孕了是怎么着，我就什么叫我对你负责，我说我对好节目好坏质量我得负责，不需要，谁说的呀，我一个人也可以把大家说乐了，你一个人怎么讲对口相声呢，我旁边哎立根电线杆子我也能说相声，你像真的一藏獒站起来都比你强知道吗，我跟您说您各位，我跟您说听相声就看逗哏演员，又谁看捧哏，嗯，为什么报幕都是张云雷杨九郎郭德纲于谦，对不对啊，是谁看捧哏啊，一段词儿，各位您把它摘下来写到字面上，文本啊，我们是甲他是乙，您看我们这边那词儿，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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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滔滔不断，也有忘的时候。哼我忘过吗？我又没说你打脸了，清水河你们都忘了。你不知道他到底向着谁，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一变，哎，真的说，没人看吧？我们这当当当当当，滔滔不断，总得说。再瞧捧哏演员的词儿，我没有话，往那一站跟谁欠他200块钱似的，欠的还真不多，嗯，是要最后一句啊最熟悉，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去你的吧，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不是我们就这个呀，还这句啊就这个呀，我给他提醒呢，磕着我爸爸熬鹰呢，对对，我熬你了，我告诉你这块啊，我正好哎我跟你说他没词儿、哎、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他不是没词儿，他有词儿，对对，他不是没有词儿，他有词儿，我就是有词儿，他是记不住词儿，不是我跟您说，您那脑仁哎就抠出来跟松子那么大，就这个一个弱智，你先等一会儿，您就别修辞了，别修辞我这脑仁了好不好，哎你这你这叫什么行为你知道吗，什么行为，在刚才我拦我都拦不住你，你回家了、哎、干嘛，我没问您回不回家，我说您这种行为知道吗、嗯、跟回不回家没关系 啊你这种行为不是我上纲上线啊，那你说你这叫欺师灭祖你知道吗，欺师灭祖你懂吗，我欺什么师了，灭什么祖了，你就是真是云字科呀、哎、真是我跟你说没法闹你这些人，我跟你说哎哎哎那句话都忘了吗，什么呀，那句话都忘了吗，什么呀，老先生说话忘了，老先生说什么了，三分逗七分捧啊，三分逗还没我们什么事儿，七分捧，对了，什么意思，你连什么意思都不懂，你真是个棒槌，我跟你说哎哎哎这个三分逗七分捧说什么意思呢，就是逗哏的占三成，我们捧哏的占七成，三分逗七分捧，谁说的，老先生说的，
老先生说的。对了，哪个老先生说的？就卖老豆腐那先生说的。这老先生说的，老先生说的。这都是你们捧哏老先生说的，知道吗？有道理，有道理。各位，不是我们逗哏的没一个这么不要脸的。要我们逗哏的来说，我们逗哏的，得占99.99694%。还行，还真对得起我，还给我留那么点儿。你说这还真行。没有没有，那一点不是给你留的。啊、那是什么呀？这个不得算点吗？对。巴拉拉能量不得算点吗？你先等会儿，我演这一场出，我还不如你的礼物呢，是吗？我这花不得算点吗？这应援不得算点吗？他们不得算点吗？没这话筒你能说吗？干嘛我都不如他们？对呀、啊，有你什么事啊？不是你怎么意思呀、啊？不是怎么我这，各位，我这一没有比重了，我这里头都。我可以这么说啊啊啊，他呢不知道站外站这个桌外边是什么意思。不，最简单的啊，站在桌外边，你得是真腿。对。我这也不是假的，我这里还没有钢板，我这里头我就这你看。站里边假腿都能动，不谁对不对？你看站里边跟个盆景似的，你瞅瞅，你干嘛呢你？干嘛？我要开花是怎么的？你开花吧你。我开什么花？我这脚，你看我这能，你看、啊、我好，你看我这个。这个我们这个选搭档啊，都是有这个安排的，就是哎，你跟这个，你跟他，你跟他，你看都是我师傅安排好的。但是安排搭档那天我没在，我上山采蘑菇去了。我没在采着东西，你真采完蘑菇回来之后给我生这么一壶，你怎么凑合用吧？不是你那意思是干嘛？我是蘑菇是怎么着？我本来就是，我怎么我打死你、啊？我是你采回来的，是怎么着？不是。就是话赶话，不是说到这儿了吗？那也不能赶蘑菇呀，这块我怎么赶这一角呢？我怎么没办法跟了他了？你说说，不是这不你怎么弄？不是这不当时您求我让我跟您一场的吗？当时我求，行不是哎，怎么回？怎么干嘛？就这个货，真的各位啊，怎么穿上衣服就不认人？现在我就怎么？不是真是穿上大褂上台就不是那套话了，底下都说挺好的，是不是？我底下说什么了？底下就说行，你跟着我没问题，知道吗？我保证以后我不气你，好吧？我以后我也不忘词儿，完了我就好好的演，就都这么说的呀，咱好好发展，是不是？我对他太了解了，就这个货啊，跟我这么多年，我可以我实话实说吧，我到了我家了，我什么都敢说。就这个货，你让他站在桌里边跟他捧哏，算照顾他。这怎么还让他出来嘎嘣死这儿了，吓死他，他不明白什么叫逗哏。他到现在都没有明白捧哏是什么意思。捧哏嘛，捧哏什么意思？就是捧哏，就是不是您说那话干嘛照顾我？干嘛我这上来演出，我这公司合理避税是怎么着？我这事儿我可以怎么说？嗯什么嗯啊，我捧哏我是工作，知道吗？换别人我还不给捧呢，知道吗？啊、哦、本来就是我捧哏我工作，干嘛呀？那周放曹跟你师姐谁使呢？不是咱们队里不缺人吗？我这不打补丁吗？你让我打补丁的，你耗的活呀，对不对？真是的，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我不逗哏，是因为我就想给你捧哏，知道吗？真是我这劲挺委屈的。不是这么半天，你说我这眼泪我也挤不出来，我就这，我招谁？我惹谁了？这一上来你是回家了是不是？行，我走行吗？我走行吗？拜拜。看，这就是弱智啊，各位。这底下实事。你喊我是不是？我回来了，好好说，是不是？哎。我错了，我错了，你像个人似的行不行？你看像不像小蘑菇这样？你差不多了，你是不是？哎，
怎么样？咱好好说，好吧？这其实他还是挺在乎我的，是吧？啊，是吧？咱们一起，咱们有分工，您都站里就是站在里边，假腿都能动。我这也能动，我这也不是假腿，我这个啊，我就说你不动不了根。不是咱这急死我了，不是咱这，你急死我了你。不是咱这个，咱这过桥太硬了吧？咱这过桥我。不是等你看等我不是说逗我越说你不愿越不反驳我你要干嘛你是不是要成精这台上可有表呢我跟你说跟表没关系咱这儿又不超时又不发钱我说哎是咱这超时咱又不是三请员咱这儿这个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这儿我不是斗不了根啊我斗没斗过根啊你不是斗不了你就没斗过根不是您说这话怎么都没良心啊我没有心到这儿了我斗没斗过你再回忆回忆回忆不起来你回忆回忆你甭跟我玩回忆杀你这样你刷一下我的超话好吧你刷一下我的超话没有好吧各位他真没斗过根得你自己好好你别说话啊我帮你回忆好不好你帮我回忆远了不说咱就说那个九六年九六年96年我还不认识你呢我4岁不是九六年2016年2016年啊差不多应该是夏天8月份2016年我出的事儿我没跟你在一起不就出事之前摔受伤之前7月份应该是差不多7月份咱们出海出海咱们出海跟先生咱们出海坐那大船哦大船这是从天津走那个、啊、对从天津出发对啊那个叫什么皇家葬礼对那大船皇我们上面演我上面演出葬礼就甭演出了皇家葬礼啊葬礼哎对啊对我们是有我演没演我动没动根哎你想有录像有对啊两场都是我逗根都是我逗的根不是对不对不是薛亚宇这小哑巴真是的不是谁说的不是那场我这是那场是你 啊不是录像那两场还有一场在那个冲浪那块你记得吗就我这我这块记得吗我在那块我冲我浪完之后我冲完我冲完之后浪不是我冲完浪之后我在这儿我斗没斗根哦回到剧场斗了一回根啊对哎呦对他那底下不还有小剧场吗我跟那儿我过了过瘾你瞧我这个脑子你想想真的是我给忘了我给忘了记性太不好各位怨我了他确实斗过一回根你还记着呢这年头也不多呀这都几年了还记着呢不到两年写家谱上了吧孩子我写那儿干什么去我这么露脸的事儿我写这玩意儿干什么得给你以后子孙看看、啊、我至于吗你得记上啊记什么呀我子孙一看啊打开家谱一看嗯哟我们老祖先是说相声的哎呦嘿感情还斗过一回根呢哎呦喂真好哎呦不是我们家什么时候迁徙到北仓的呀我们家这儿啊怎么是这口音呢怎么北仓啊不我上北仓干什么我不上那儿我跟你说我们家不是再说那天你也不露脸啊我怎么不露脸啊那惨状你都忘了哪有惨状啊那惨状你都忘了你跟大伙说没有惨状你说怎么了当时我不想说当时笑我可好了当时他是斗过一回根他非得逼着我说他确实斗过一回根照实的说啊照实的说他非得逼着我说 啊细节都描述出来啊你说的啊行试试那天刚往桌外一站这个货啊脸就白了嗯嘴唇青了耳垂也干了慈心泪都掉下来了干嘛我要烧我是怎么着我说去北仓呢你知道吗你真的你观众看着他这个别扭别扭什么你说走吧后边有好节目不走眼睁看着他就别扭要说观众哎是有高人哎呦喂全上这个大船上那个甲板上撒尿去了上那儿干嘛各位你琢磨去啊这个大船上可2万多人呢站在那个甲板上哗一块儿尿是吗5分钟之后船长啊把船都停了干嘛不用开了为什么用那个尿推着走唰
至于不至于，我说了半个钟头，整个那片海呀、啊，都黄了，各位，是多少泡尿呢？哎，有四十只鲨鱼上来了，九郎，别说相声啦，尿够啦，尿够啦。哦，这是车迟国的鲨鱼吧？这是，我就好，不是怎么意思呀？反正你都忘了。不是您这说这玩意儿太荒诞了，知道吗？杨九郎的相声，谁催眠又利尿？对，催眠怎么还利？好家伙，您别说这个，您别怎么还催眠呢？我这个，我怎么还催眠呢？我这个没听说过啊！我告诉你都忘了？没有惨状、啊，没有惨状，知道吗？哎，还折着说呢。我跟您说啊，您别信他的，知道吗？这都是。不是我跟您说，您说这玩意儿都不写实，知道吗？谁看见了是怎么着？都看见了。谁听说谁看见了是怎么着？我都跟不在样。转天，哎，转天的微博上都吵炸了，你没看见吗？我没有啊，没买那网。头条上都有了，你没看见吗？我没。那年有头条吗？那年我有吗？去年才有啊，有。啊，我就告诉你啊，您说的都不是实情，知道吗？我都跟是那样吗？是。得，我哎。这杠我也不抬了，好吧，杠我也不抬了啊。今天啊，我当着各位，你不是也回家了吗？嗯，是吧？我当着您的这家乡父老的面，哎，二话不说了，这我呀，我斗回根。哟。哎呦，乐死了！你都回根，干嘛？你受了辐射了是怎么着呢？我，你看说什么？你这鬼故事编的太吓人了！我哪儿讲鬼故事了？你都回根，我都倒回根。你别倒根，别倒根。不是我干嘛？我不倒根啊！我你说你说你一往那桌一站，观众哗都走了怎么办？不可谁走？有一位走，但是我自杀。我跟这儿我。我看谁敢走，都坐住了啊！你起来，我看看，你起来，我看看，你起来！真是的，没听见。你说你逗哥一会儿人退票怎么办？退什么票？不退票！张云雷死心专场，那有杨九郎！写着杨九郎的哈，就是啊，呸！哎，不是，我今儿我斗回根，我证明一下自己，真有斗根，我证明一下我自己，行，真有斗根，不后悔哈，不后悔是不是？不后悔，不后悔，没人尿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托付托付，什么？我跟你托付托付，你早就应该给我托付，知道吗？托付托付啊，早就应该托付。我怕你紧张，我不紧张。一会儿你哗尿了怎么办？我不尿，你别跟我一身。我没有。这台塔上是现在，哎呦，溅我一身。咱不要给自己加戏，好不好？这块啊，小戏骨说的就是我啊。这是一个老戏精，这是一个。我给你托付托付，各位，我先给您鞠一躬。干过李小姐是怎么着？以前我就对不起各位，我没拴住，非要斗根，哼，死爸爸不戴小帽子宁丧种，我拦不住啊！我戴了。各位，我是打小地起的天津娃娃，纯天津人，今天是我来到我的家乡，各位你们得给我面子。一会儿他逗哏，可乐也别乐，好吗？我谢谢你们，万福金安，给你托付完了。小粑粑渣子，你是给我托付吗？你我这，你是给你这是给我托付吗？你这个，你甭老跟我说天津话，本来就你不会给我托付，知道吗？我不用你给我托付，我站那边去。这，请您了，不用你您了，九儿您请，啊，真是的，行，帅什么帅？逗哏有什么？往这儿一站，不就逗哏了吗？这不就尿什么尿啊？你看我尿了吗？哎呦，看了吗？新做的水库，看见了吗？真是的，逗哏，没人尿，知道吗？没人尿，知道吗？
我也不尿啊，杨九郎逗哏啊，更干更爽更安心啊。调整一下话筒。娟儿，您调好了吗？还行吧。开始你的表演。开始你的表演，来。我逗哏啊，你给我捧哏，是知道吗？打这儿起啊，我是角儿啊，你伺候角儿，听见了吗？明白了，来。捧哏啊，多做作，往这一站，站着呢。今天呢，由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是，这个相声呢，讲究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对，干好哪一门都不容易，都难啊。那个说就不好来，是吧？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哪句？说花200钱买一小猪，滋儿滋儿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出去，滋儿的一声，你猜怎么着？怎么着？死了。去一边。不是，这不还是你逗哏吗？这不还是？是吧？这还是你逗哏啊。啊，我说我这词儿怎么那么顺呢？废话，您净抢词儿的，能不顺吗？怎么这么顺呢？我跟你说，不是你不是站那边的吗？我是站，是位置换，词儿也得换过来呀、啊。我主叙述啊。哦，对对，是不是啊？对不起，对不起，今儿我逗我的 C 位啊，是不是我的 C 位、啊？是不是？对不起，对不起，怨我了，怨我了，是不是？怨我了，是不是站着 C 位我也得 vocal 是不是？我也得是怨我了，我忘了，我忘了，就是逗这么多年了，打小一直站在桌外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少说话啊！对，对我怎么着？少说话。哎，不会捧哏这玩意儿。今天呢，由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这个相声啊，讲究四门基本功课。啊，哪四门呢？说学逗唱，是这个说呢就不太容易。怎么就不太容易呢？因为练你什么毛病啊？你这倒气儿的是怎么着？你这儿干嘛？跟人拍什么照？跟这儿我就拍什么照？跟这儿你不让我少说话吗？少说话，捧哏少说话，不是不说话呀？你怎么这么多事、啊、你得往里塞话、啊、我是刚才我听不听，哎，听没听你话？哪句话？我是不是特别听话？你不让我说话我就不说话。不是，你得这，你让我说话我说话行吗？不是，接骨眼儿懂不懂啊？接骨眼儿，往里塞话呀、啊、往里塞话，就是啊，像你那样垫这个、啊、明白，怨我了，对不起，对不起，你别对不起，别跟我的错。行，你想拿到隔着我，你知道吗？那个画左脸啊，往里塞话啊。今天呢，是由我给您。别学去，一对什么毛病你？什么毛病你？干嘛呢你跟这儿？捧哏？捧哏就去捧腮帮子上是吗？跟这儿？你再使劲点。这废话，废话。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搅和我吗？你不让我往里塞话吗？不是，你这是吸引大家注意力吗？这不是？对呀、啊。什么毛病、啊？因为大家你说的相声实在是不可乐。怎么不可乐？我怕观众退票，我把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这来，我这是帮你知道吗？那谁还听我呀？这个真想逗哏。我得展示一下，是不是？我得展示。杨浩翔，来过来。去。有事说啊，张磊啊，我跟你说啊。真想逗哏，是吗？啊，我跟你说啊，九郎，你真逗不了。我怎么我逗不了哏、啊？像我们逗哏演员都是打小学的，基本功你有吗？你没有基本功。我打小学得不织毛衣啊！我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学织毛衣啊。废话，基本功织毛衣，相声四门功课。不是说学逗织吗？不，我来了以后我也学入科，我也学说学逗唱。我们的贯口你行吗？什么您呢？什么您呢？我们小时候背的贯口基本功你行吗？背罐儿 啊报菜名八扇屏地理图你都行吗？罢了，我跟你说，哎，你要说太平歌词我可能唱不过你啊。哎，背罐儿我行啊，背罐儿我能来啊。贯口？对呀、啊、就你那个嘴还背贯口呢？
不跟嘴有什么关系、啊、你嘴笨得跟个棉裤似的。棉裤笨吗？棉裤笨。嗯，报菜名你行吗？什么您呢？你说哪个活说一遍，敢说第二遍吗？其实你说哪段报菜名你行吗？报菜名、啊、来一段啊。你行吗？没问题啊。想了吧你。这是干嘛呀、啊、干嘛老嗓子我呀、啊、我来报菜名。报菜名这报菜名的。那我逗你给我捧一个。不就报菜名吗？宋丹丹我也敢报啊，是不是？我上回报一回是吧。报菜名。报菜名啊、嗯、来吧咱就按那老版本来好不好？老版本可以天津版本的。嗯好不好？嗯，行，天津版本来、啊、嗯，来吧，你给我捧哏啊。我给你捧哏、嗯、来可以。嗯，哎，我去，干嘛呀？扇子掉了，捡起来。哦，我以为螺掉了呢。搁着有风。哪有风啊？没风，你搁这。有风，你别看，你刚才风吹掉了。不，你搁这，没事。搁这儿啊！啊！你别动它啊！真有风，是不是有风？刚才有风吹的，一吹走了。报菜名啊、嗯！别忘了啊！嗯，你会捧吗？这、啊、会。这个我啊，吹呀、啊、吹呀、啊，我的脚放松。不是，这怎么过来的？这是有风，焦方子是你吗？是你妈！对不起啊，对不起！哟，你好好的啊！我好好。天津的老版本报菜名都这样。报菜名，没事。滚！有风啊！有风！吓死我了！来吧，这个我呀、啊，请您。哎呀，等我行动不便。有人暗算我？没有人暗算。炸死我了！没有人暗算你。有人扔炸弹？没有人扔？没有。有人扔西瓜皮？没有。小草莓？对。小樱桃？对，这可以了，行了。小火龙果？什么小火龙果？有人暗算我？没有。有人暗算？没有人，你听我。不是，你先等着，人家新买的桌子，我跟你。不是真有人暗算我，刚才你不是你没瞧见？不是，你先等着，就哎，去。出来！哪儿找？出来！出来！吓死你！出来！我得吓死你！有人算我？什么乱七八糟？有人算我？咱别闹行不行？有人算我？你好好给我站着，给我捧一段啊！这个手绢扇都不许动啊！你这干嘛呢？点穴。姐，吹呀、啊、吹呀、啊，我的脚放松。刚才就是你弄脏了，我知道，我告诉你啊，都不许动啊，你也不许动啊，我不动，真烦人。好好，我捧一段啊，哎，报菜名啊，哎，原词啊，哎，那个我呀、啊，我请您吃饭，不去，像话。我吃完了。什么？谁问你吃没吃完呀、啊？我回家吃去。什么就回家吃去啊？不能不去呀、啊。那怎么着？你得去呀、啊。我还得去。就是。哦、那个，我请您吃饭。我去。对。干嘛？你不信是怎么着？你啊？信啊。干嘛？我没请过你吃饭是怎么着？以前。请过啊。请吃什么？我去，这干嘛？这是？不按照你说的吗？你按照我说的。你语气不行，这样你您甭加我字、嗯、就一个字去就完了，一个字去好吗、嗯、啊
我是您，这也不行啊，这也不行啊，不，你怎么着呀你啊？废话，这什么菜？去，这不行，这个。那怎么着？你是你好好跟我说，你说我去，完了，我去，温柔点，我温柔点，温柔。就是。我请您吃饭。我去。哎呀，我有点不想去了，我。为什么？这太恶心了吧！这个，你这这么着，哎，这往下来吧，往下来。你呀，啊，甭说请我吃饭了，您只要把这个菜名说上个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这情分了。还真记这老词儿了，老词儿。我请您吃啊，嗯，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哦，头道大菜，哎，我请您吃蒸羊羔。打住，这就吃不了了。我知道你呀，啊，没钱。不是，我这还没背完呢。我回来。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济南再见。你这叫不，签字吧，来吧，结束了。那王爷，嗯，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我去，你怎么了？哎，有点缺氧，哎呀，我这刚才，这下班了，我刚一个菜啊，我可刚一个菜，我给你省钱。你省什么？一个菜就是够吃了，我都吃饱了，撑死我了，真的撑死我了。别打嗝，打什么嗝？撑死我了！这蒸羊羔真好吃，不是？怎么这么好吃呢？怎么这么好吃呢？哪买的？小老儿？哪个店的？不是你是真吃着了是怎么？真好吃，吃饱了。小老儿有蒸羊羔吗？小老儿不是有吗？行，好，有啊。哦，有那也不用，我后面还好几百道菜呢，我不是你背到结，我等，我后面我就展示我基本功啊，我才发功呢，我发个当，你跟窜稀似的，有必要吗？你背到底也是，哎，你没带钱对不对？结尾就是这样结束的，不是这到底了吗？提前结束啊，这叫刨活知道吗？这叫知道吗？我到底了吗？我真想展示，本来就我是自己，我这啊啊。真展示基本功，不在乎这个，知道吗？啊，那活词你行吗？怎么不行？文哏你行吗？哟，文哏行啊，文哏行啊，真行啊，行。生气了？是吗？不要，不要，我展示我基本功啊，我展示我基本功，行行行，啊，活词儿吧，什么活词儿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这不就是 freestyle 吗？不就是吧？现场就说呗，不就来，你行吗？我没问题啊，我娃娃腿啊，打小学的，娃娃什么腿儿？你来一回，有腿，真是的，不就是子母哏吗？嗯，子母哏吗？啊，行吗？可以。哎呦，真有点缺氧，这玩意儿。活词儿啊，嗯，捧着点啊，哎，辛苦您嘞，辛苦不了，哎，昨天我到您家了，到家不了。这个用手一打门啊，打里面不来，打里面出来一人，出来人吧，我一瞧呢，不是外人，我们家没有外国人，是您媳妇儿，
我大嫂子。大嫂子，大嫂子吧。问您呢，说您没在家。没在家就没在家吧。我就走了。不走死我们家。我就穿大街了。穿去。我就过小巷。过吧。我就走了。大门在这边。我就走了。对，你走吧。我就走了。走吧。你也活动活动啊，你也活动活动你啊。干嘛呀？干嘛？你这致悼词呢什么的跟这儿。怎么养死带活的跟这儿。什么毛病啊？杨九郎，大嗓干的，这是有艺德吗？这什么演出态度？杨九郎，你怎么这么多事？我怎么我逗哏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么多要求呢？是、啊、不是我要求多吗？不说你自己没有能耐，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哎，我要是捧哏的时候，你这么你逗哏的时候，我这么捧哏啊，你也逗不了观众，知道吗？啊，你说什么？我像您这么捧哏，您逗哏，你也逗不了观众啊。哎，观众一样不乐。哎。同样的话我说出来观众就能乐，你信不信？不是您这是抬杠知道吗？信不信？不可能。滚过来。不是换就换过来怎么这是换、哎、看好了啊，我是怎么逗的哏，到我了知道吗？知道。各位，到我了。我是打小就是天津娃娃，吃、哎、你没待几年的天津啊，行吃海河水长大的天津娃娃，呛死你！我这回来了，天津是我的家乡。各位，一会儿啊，您得捧我。一会儿我说相声啊，不可乐，您也乐，行吗？各位，如果实在是不可乐怎么办呢？咱们就鼓掌，行吗？我谢谢您。万福金安。跟你托付的一样，你是怎么跟我托付的吗？你看好了，我怎么逗的哏？你来，来，你来。有点假了啊！辛苦您呢。辛苦辛苦。昨儿啊，我上您家去了。上家。上家。不嘞。来到你家，啪啪一打门啊。打门呗。有打屋里的。不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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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打屋里头出来一人。出来人出来人。哎。我一看出来的不是外人。没有外国人。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大嫂子不是、啊、大嫂子说你没在家。没在家没在家不嘞。我就进去了。对，吓话引人灵。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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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那词儿吗？这个换词儿、我就走。说你没在家，我就走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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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真走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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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就穿大街了。这我就过小巷了。过，我就看见你爸爸了。你爸长得跟小猪佩奇似的。乐死谁？哎呀，哎呦，太可乐了，笑了。我爸爸长得跟小猪佩奇似的，笑没笑？哈哈 哈笑了三声。啊，一二三，走。观众笑了，这个戏有点太假了，同志们这块啊，不是我爸爸长得跟小猪佩奇似的，笑了。我说你爸爸跟乔治似的，大伙儿也乐，知道吗？不能够。怎么着啊？不能够。我逗一回啊，换过来。那小猪佩奇吗？不就是、啊？真是的。经过您的，辛苦吧。
都念我到您家了。嗯，啪啪用手一打门啊，打吧，打里面出来一人。哦，这我一瞧不是外人，是您媳妇我大嫂子、嗯。问您呢，说您没在家、哦，这我就走了。走吧，我穿大街了，嗯、我就过小巷，对，我就瞧见你爸爸。你爸爸不能，就这个，我爸爸死了。什么什么什么？我爸爸死了。你爸爸死了？死了。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刚才忘说了。我刚才就过忘了，真是的，辛苦您了。有一点早，再晚几分钟，好吗？嗯啊，没说哪儿死早了啊啊啊！死早了，辛苦您了。辛苦辛苦。昨儿我上您家去了。来到你家啪啪一打门啊，有打屋里出来一人，我一看啊，出来不是外人，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说你没在家，我就走了，叮咚，我就走了，走吧，我穿大街，我过小巷，我看见你爸爸了。就这句啊，别再往下说了啊！我爸爸也死了。你认错人了啊！你认错人了。我爸爸也死了，要都承认了，有没有？哎哎哎，看见了，看见我爸爸死了，哎，死了。你爸噎死了？噎死？谁说噎死了？啊，我噎死了。不是，你爸死了，你怎么这么高兴？你给弄的？不是，我没经手。养儿得计呀、啊，哥。不是，反正就是死了，你没碰上，你碰上你不是我爸爸。不是，我说的是你那个爸爸，那个爸爸是吗？那个，不是什么叫那哪个爸爸呀？不，你就一个。你听我说完了吗？说完我听听。啊，哪个爸爸？你说。别死了，死了，就一个，都死了，还哪个？我要说啊，这个捧哏演员就是讨厌。听我把话说完了呀。我说完了吗？我是昨天看见的吗？我是昨天看见的吗？那多的碰。我是三个月之前瞧见的你父亲。哦，那就难怪了，对不对？啊，您说三个月以前碰上我爸爸，哎，我爸爸死了八年了，啊，这也有点太假了，这跟那哈哈 哈，这一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八年了，死八年了啊！你碰上谁去了吧你？九郎，美丽的误会，你别动我行吗？我丢好几块表了，你别，误会，我那天看见的、瞧见的不是你爸爸，那谁呀？是你大爷，啊！您说我大爷？对，您说那个瘦高个儿，对，这个双眼皮儿，会唱两句梆子，对，我大爷就是他。我爸爸杭大，啊，杭大，你爸杭大？对，那就是你舅舅。我舅舅，我妈娘家没人。你舅妈？我都没舅，哪来舅妈呀？我。你说什么北仓话去了？你舅妈干嘛这是？我都没舅舅妈，舅妈没舅妈，没有，没舅舅都没有。姨，娘家没有人呢。你大姨夫没来？什么叫没？什么叫大姨？什么什么什么乱七？什么乱？没有姨哪来姨夫？你告诉我，你二姨夫？我没有。三姨夫？没有。四姨夫跟南京的，没有啊，没有。不是你没有，哎啊，你干爹？我干爹呀、啊嗯，嗨，我不认干亲。你干小学校长？我都没转过学，我跟干小学。你干曾祖？我没有干。你先等，干曾这也太干了吧，这个。你。刚干曾祖？没有。干曾祖啊！我们祖宗是坠子，我们祖宗。你
你也来一下吧，我跟你说吧。你不行不行，我走不走？行了行了，乙肝、哎，我什么叫我乙肝呀？行，哎，哎，怎么说乙肝？他们怎么笑啊？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哎哎，我跟你说啊，你啊，放弃吧。为什么？好吗？我不放弃。我跟您说啊，现在是8:50是吧？嗯。哎，这个我就为了跟您说这段相声啊，在今天7:30。就是这个天气预报开始之前，这我们家呀三亲六故都死绝了。都死绝了啊，我就这么告诉你啊，我就养了一个树懒还跑了，是吧？啊，都死绝了。都死绝了。要熬汤了吧？我掐你 啊！他把我们家人都给吓死了，说怎么着吧？熬汤了？狗汤，这是让狗面。咱这老是连续剧，这不行啊！九郎汤吗？什么？就是用九郎炖成的汤。去！我这死了！我这一天一个还没有老汤，是怎么着？我这个啊啊什么？你跟我啊？都死绝了！一个人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知道吗？就我自己一人，我天天我就自己跟家，我就天天我现在基本天天的日常啊，就是看坟。是吧？有时候给哎扫扫啊，哎把花摆摆，把这个哎搁那边去，把那搁那边去，给他们都换花，都换花样，知道吗？摆摆点心啊，撒些马什么的，我一般就是干这活。嗯，各位，您先甭，我先代言归顺斋呢，我现在。先别乐啊，您各位听听楼上楼下的啊，他说的，各位他说的是人话吗？我说的不是人话，谁说的不是人话呀？全家都熬汤了。我多得说这句、我多得说这句了，不你说的吗？谁一家都熬汤了，家汤就剩家人熬的汤，不你说的吗？你别这个准有老汤，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不合理，知道吗？这个都死绝了，都死绝了啊，没人了，没有人，拜拜了。最不是人的就是这句，养一树懒还跑了，对，那树懒爬这么慢，跑了。也不是怎么，反正就是基因突变吧，反正是不是？一下就趴了。对，走了，没人了是吧？因为我们家那鹰跑的都快，我跟你说啊。行，跑了是吧？哎呦，没人了是不是？没有了。杨九郎，哈哈，没有了。这个相声各位，我不说了。别不说，不说了，别呀，你自己来吧。别去，我不说了，不要嘛。哎，我怎么说？哎，我怎么说啊？我说什么呀？你别碰我。不，哎，我怎么说啊？哎。啊，您碰见谁没谁？我怎么说？您不是有能耐吗？啊，您不是有能耐吗？我再有能耐，我说碰见谁，你得说有啊。谁把后路都给我堵死了？我怎么往下说呀？你不是有能耐吗？啊、你不是二爷吗？你啊，你不是大师哥吗？现在你来啊！我不是，真是的，你是怎么了？他是、啊、我再有能耐，我碰见人，你得说有吧，我才能当当当当往下说，把大家逗乐了，对不对啊？人观众买票，天津票多难买呀、啊！啊，是不是？来这听啊，好不容易见到咱们两个人，跑这打架来了，啊？你说吧，我不说。没去，哎哎。你好啊，那谁跟你认识的？你过，我不说了，别，哎，别碰我，这样，我不说了，我配合你行不行？配合你行不行？你得说有啊。有，但是你答应我一条件，我们家这不许熬汤，啊，不许熬汤。啊，行。好不好 啊？你说有谁？我告诉你有不就完了吗？你得跟我有啊，捧着你说不就完了吗？啊、捧着我说，好嘞，你得捧着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好嘞，来说。我呀，有这人，有这人，捧着，有这人，有这人啊。干嘛？哎，打人干嘛呀？捧假了我不揍你。那我应该怎么说呀？我还没说呢。啊，我得说好像要有是吧？啊，还没游出来呢。啊，好。我天天说 啊，嗯，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太有了，确实有，有，有谁？等会儿谁？我没记住谁？你兄弟有我弟弟，确实有啊，我弟弟好，嗯，这也接过去，好，我给你唱一个《探清水河》，等会儿，多傻呀，唱完这就结束了，知道还嗨干嘛？哎，有，咱不能这样接过去啊。不能接过去，你往下说呀！往下说，有你得告诉我啊！
说细致的啊，我兄弟穿什么戴什么，什么模样，多高，甚至多大岁数，都得说得出来啊。只要我能碰见，我就说得上来。啊，你说，我先问问你，我兄弟长什么模样？你兄弟反正长得人模狗样。嗯，这什么修辞的？人他不人模狗样的吗？对对，人嘛，肯定是人模狗样的。对，是我问你什么模样啊？他有一双大眼睛。他呀，嗯，这是我兄弟吗？这个，这出事儿了，这个我操！有个三角眼睛，三角眼睛，四方大脸。好，有说李荣浩，我兄弟，我这好家伙，这怎么鼻子是黑的？这是黑不是？后来擦点粉底给遮过去了。这遮得过去吗？这个有 BB 霜啊？比什么比？然后你兄弟什么模样啊？什么模样？你兄弟没脑袋？没。等会儿，我问你，我兄弟没脑袋，刚才我兄弟是不是跟那儿站着呢？刚才我兄弟。你别满大街跑枪子，这玩意儿像话吗？这个废话，怎么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知道他长什么模样。那是没脑袋，那是没看见脑袋。我看给我一个背影。哦，背影，背影。行，我问问你，哎，我兄弟这个穿什么戴什么？你兄弟穿了一个塑料的西服。塑料的西服？不是，他有个扣。这什么？西服上有扣？是啊，那个扣做出来根线头。哟呵，但是后来给剪了。你别说他呀，剪了之后，你兄弟他外边西服外边套了一个马褂。这什么模样？这马褂套在了外边啊。就别唱，然后他没有袖子，那是坎肩。对，他就变成了坎肩儿。就别唱这个了，我你兄弟没穿衣服？没穿。这我兄弟裸奔了是怎么着？我兄弟，那个球队夺冠了是怎么着？这事我这是怎么意思？这干嘛裸奔着在街？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澡堂子？对，我知道他穿什么过来的。街上没辙，找澡堂子。把衣服存起来了。哦，存衣服来着。我现在问问你，这个我兄弟多高身量？两米一。两米一？嗯，那是姚明，那是一米五，那是郭麒麟，不是这。一米五，这玩意儿像我兄弟。你兄弟，别跳舞！我问你，是问你话题。对呀，你兄弟，反正就是要点谁穴，就是哟呵，你兄弟一人来高。废话，人可不一人来高，还一人来长呢。他趴那搓澡呢，搓澡呢。我知道他多高身量。你看见什么了？你就搓给搓池子里了吗？不是，给搓洗飞了是怎么这事儿？我就炖汤了吧？怎么老有这汤啊？今天。你别看我兄弟行不行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行，我就等于看见一屁股，对吧？行，我先问问你，通过屁股你分析分析吧。嗯，这我兄弟有多大岁数？通过屁股啊？你兄弟啊，78，78？对对，那个旁边那老太太。哦，那对，老太太也不像话呀。妈，男女混浴是怎么着？小姑娘还找一老太太，你这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也不能78呀。小小子，我兄弟多大啊？我兄弟多大？你兄弟多大？你兄弟肯定是比你小。对，比我大那是我哥哥，那是。你兄弟，你兄弟一岁，哎，不是一岁两岁？行了行了，哎，行，哎，二得四，行吧，三三得九，行了 ，A B C D E， 这怎么老乡？我跟您说，您还是得放弃。我跟您说啊。我是有一个兄弟，但是您碰不见呀，不能够，只要活在世上我就碰不见。您就是碰不见，我告诉你，我兄弟算上今儿啊才3月，你哪儿碰上去啊？我说的可是你亲兄弟，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亲哥们儿，这就不对了。怎么了？你爸爸死8年了，你这兄弟哪来的？站着我的。